其實我覺得今天的表現真的很好，因為我覺得是今季經歷了很多事之後，包括轉教練、轉步點，還有其實臨來之前的時候 Achilles 都開始發炎，經歷了這麼多事之後都可以做到一個好成績，其實都真的內心是很激動。但是我覺得美中不足的是當去到有五零之後，咁係第四、第五跳，其實係可以博到一個更加好嘅成績。咁但係就嗰度就把握唔到，就 fail 咗。咁所以我諗呢個係自己覺得係美中不足嘅地方咯。香港紀錄可能都係自己 set 俾自己嘅目標，希望可以喺今場做得到啦。因為即係都真係講咗好多場，咁一路都做唔到，咁但係終於都係呢一場嘅亞運最後今個 season 最後一場比賽做得到，咁我覺得都係真係苦盡甘來啦。